中回所驱邪，还有呢，我们很多呢新庙要开庙门的时候，也都会请中回去开庙门。那中回的由来呢？因为中回他原本也是只是居民百姓，但是呢，他一生下来呢，他整个的脸相部分呢就比较丑陋一点，很多人呢一看到他都会觉得会害怕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他非常可爱的妹妹哦，所以呢，他跟他的同窗好友在小时候就立志要念书哦，要上公主。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人呢一同去到学堂去念书，然后呢一样进京赴考。那当然，同时呢，他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哦，也中了我们的科举。但是呢，就是在面圣的时候呢，哇，皇上不小心被他吓到了哦，所以呢就取消了他中科举的这个功名。然后呢，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打击哦，后来他不幸过世。那不幸过世之后呢，他在他妹妹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他就呢很生气，他会觉得说，我这么用心的来考取功名。凭什么？因为我的外表，你取消了我的功名哦。所以呢，他就呢到皇宫里面去呢大闹皇宫。那时候呢，他人已经不在世上了哦。那他就去偷什么？偷皇后娘娘的香囊，偷她的宝物。所以那时候闹得整个皇宫哦，非常非常的大家整个后宫啊，整个宰相啊，整个我们的文武百官非常非常的害怕哦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他就去，应该就是说去把皇宫的这些一些的事情把它摆平之后呢，皇帝呢后来就觉得说，哇，他当时不应该呢，因为他的外表而取消他考中科举的一个功名哦，所以就恢复他呢，赐封他一个名号哦。那当时呢，他妹妹并不知道呢，他已经往生了哦，所以呢，他特别呢把他的妹妹交代给他的同窗好友，请他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妹妹哦。所以那时候他有化身回去跟他妹妹说，就是要把她嫁给他的同窗，请他好好照顾他。那此时呢，那个他妹妹呢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哦。后来他发现哥哥已经往生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民间有很大家流传的一段的民间故事叫钟馗嫁妹哦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也呢，在我们民间上面列为整个驱鬼、整个辟邪的一个象征哦。其实呢，钟馗的意思呢，也是在让我们知道说，人不可貌相啊哦。很多人呢，他虽然说外表呢不是我们所谓的俊男美女，但是呢，在他的心地里面呢，也是充满着善良哦。我们这边恭迎我们安西城隍爷圣驾，莅临我们淡水平安师进站红毯。那在我们城隍爷圣驾那里由来吼，还有那里气牙背牙吼的神尊，也欢迎呢我们所有的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。来，也让我们来整个今天呢，我们的日巡呢。